安特作，时间两点两三点零一分，二零八月十四日。好，继续讲。我记得一七年八月九嗰日，嗰阵我三点五十几分开始玩呢个 BF 一单人战役，第一至到最后第五。玩到三鐘頭五十幾分，我記得好似係三點，寫幾多咧？三點零幾分玩到六點五十幾分，跟住出去跑步嗰陣，到個天都好似塌地，但係冇落雨。跟住我屋企人咧就佢已經整定嗰啲飯餸俾我哋食，擺低喺張台度，開部翻嚟之後即刻開始食。今年八月十日玩過一個 BF2 的第二場，一年我爺爺七年就玩 BF1 俾人玩切塔嘅，一百，我記得係一百零八九嗰陣，嗰陣我就由可唔可以由九龍行去奧運站咧？我覺得奧運站咧，咪前幾日咪奧運，跟住咪嘅基本上同期咧。個人流係比起舊年係多啲，因為個個每次有講啲比賽，個即刻坐曬喺度睇直播，幾周睇直播啊，好多人啊，消費啊嘛。咁嗰陣有個消息嘅就話，有數冇獎，東湧線，跟住冇乜嘢，我走九龍站落車，跟住我過咗先迷失咗方向。經過嗰時咧，望到呢個高鐵西九站，西九站咪。屯馬線、柯士甸站係東湧線同埋跟屯馬線九龍站連接嘅，可以行過去啊嘛。左邊站好似行唔到，行太遠啦。四門嗰十五個依家排補又成，因為我係準備咗十二號星期四嗰個演唱會飛出去。我就知道支持啊 Ruby 啊，上聽話 Judy 喺度有一日跳上呢個 Holiday Day， 呢個 Holiday Day 咪 Blackpink 嘅，之前男隊支持 Killian 咧 ，Aaron 同 Ruby 喺度跳上。但係後屘俾評審話係一個翻版嘅 Blackpink， 兩個人下嘅，好多人就負評一位我係一個 Blackpink fans， 我真係睇唔開，真係睇唔冇眼睇，幾廿幾十幾歲啊，可能扮 Blackpink， 但唔知演唱會唔會又喺度反對啊？至少兩三點先瞓，都唔係一個鬼夜瞓。今日玩 BF 已經做完，本諗住聽日先守廿萬噶嘛，今日已經守廿萬個人，廿萬零七十二個，可以話上對上一次十九萬就係七十七，十八萬就六十九啦，係咪啊？好齊，好似唔係好似係好似廿四唔知十七，廿四好似係十八萬。十七萬係五月曬啊，都記得好清楚。四月跟住十六萬唔知啊，十六萬好似係五月七號，十五萬就食屎唔記得。咁我玩係玩咗七個鐘頭，
七個字，即係七個鐘頭三十五分啦。可以話打又再打破咗閉幕嘅七個鐘頭零六分，同埋四月二號嘅七個鐘頭零三分，又或者就我拍咗咁耐片裏面錄得最耐嘅一次，以往都係六個鐘頭、六個鐘頭、六個鐘頭、五個鐘頭、五個鐘頭啊。收咗六百廿幾個，可以話都好耐都冇收六百幾個。要少費喎，一個喺 TVB 咧，咪有個人咪之前係買咗買 TVB 蘇華翻屋企嘅，跟住好搞笑話，我哋 TVB 忠實 fans 係成日用電腦睇買啲蘇華，最近喺廣告時間咧，一開頭廣告太大聲。成日俾屋企人話太大聲，俾人鬧嚇親人，搞到我依家都唔敢睇。我想呢句係廢話嚟。我改咗一個 suggestion， 不如你睇呢個買 TV Super 之前，預先將嗰個喇叭嘅聲校到最低，咁就唔會俾開頭廣告嚇親啦。因為可能你細聲嗰時候講好大聲啊，咁所以咪通常我。睇上 YouTube 嗰時候都會扭細聲啲嘅，跟住開嚟睇下把聲大唔大聲先至開嘅，所以話俾你聽，投訴冇乜用，我可以話簡單嘅做法咪就係咁樣扭細聲啲，使鬼要投訴？其實佢係嗰個人係好中意喺所有嘅 post 上面就講啲嗰啲番薯話。出去跑步嗰陣冇乜嘢嘅，就係知道由我到出去跑步嗰時候見到出邊三個警車，跟住嗰三個警車好特別嘅，嗰三個警車係成身都係嗰啲網、嗰啲防暴網，本身個車頭個擋風玻璃冇噶嘛，一半，但係佢嗰三塊有喎。你記得反身嗰陣時係個車頭都有埋防暴噶嘛，但係。現在車頭沒有，但那三架是有的，應該那些什麼反恐特勤隊那些人應該的。出去跑步的時候有個人就跟我好像跟我鬥快，但是當我跑到天恩村的時候，他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。五點七的時候突然之間錄大雨，我在做人體，我在做掌上眼的時候，接著雨來大，落到停了三分鐘再落，我回來的時候都還在下雨。